人蓝天，众所周知，五图的老鼠已经泛滥成灾。作为一个正能量主播，我必须要为您除害，把老鼠彻底铲除。首先，打开我们的仓库，拿上我们的精卫，拿一个右极甲，拿一个右头，最后拿一个右极包，再来一个一件天甲，把114发老鼠药放加密箱，我们再带多50发花生米。OK 呀，兄弟们，我们一切准备就绪，五图单次猛攻老鼠的噩梦开始了。OK 呀，捕鼠行动开始，我们先往前面走，以防有老鼠偷我们。 OK 兄弟们，我刚过来就听到前面树那里有一个脚步，这个老鼠还想诱我们，结果被我反杀。我去，这个老鼠爆了大红光，一个六坤包，我正想去找你们呢，你们就送上门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吗？身体健康，卡佳你来了，我非常感谢卡佳好爸给我送物资来了。完了完了，我的大宝贝掉了，兄弟们打不过就加入，我直接黑化了。老鼠界我最狂，我必须当老鼠王，老鼠套装也是穿在身上的好吧，打不过我们就加入，我们直接拿上114发老鼠屎放加密箱，再来12发毒性子弹恶心又套，燃烧子弹拿11发，再拿3发高爆。 OK 啊，非常完美的搭配，多一发都会睡不着觉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又套的噩梦开始了。他们刚刚在肠道那里打了一波架，于是我当个老鼠爬进去。我去，兄弟们好多野生的盒子呀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我们需要的。有一把改妹还不错。我去，兄弟们野生的六级甲直接穿上，对了，我们的老鼠必须带上。 OK 啊，已经全部检查完毕了，有一个六套和一把改妹，我们上去继续当老鼠。我们也是来这个大石头上面当老鼠好吧。OK 啊，成功上来了，往这里一趴就等着猎物上门了。兄弟们来了来了，他带着六套走来了，直接拿下。我去，兄弟们还爆了一个红光呀，一个独眼蛇六甲精致 MD3 和改妹，兄弟们装不下，根本装不下，我先把一些物资运到那边去。我们已经把物资都藏起来了，继续蹲。兄弟们蹲了很久还没有人来，于是我就进辐射区看一下，整个辐射区都看完了，只剩下这个箱子了，看能不能出个大金砖。一个蓝图，一个探测器，还不错。最后把我们藏起来的东西都点上带走撤离了。OK 呀，兄弟们都带上了好吧，不知道这个时间够不够我撤离呢。我去，兄弟们还有13秒，胜利就在眼前，还来得及吗？久经无险，终于成功撤离了，两个六套，一把经济。